爬过那么多电视，你累不累啊？你有爱爬、啊，还不是为了了解政府所推动的有线电视数位化？那你有爬出什么心得吗？爬来爬去，还是数位升级后的有线电视最好爬啊！哦，不，最精彩。都什么时代了，这家怎么还没数位升级啊？哎，装了这个数位机箱盒之后，电视画面会变得更清楚、更漂亮。有高画质国际体育频道，客厅变球场。投手看看一垒，准备把球投出。有线上教学，客厅变教室。Apple。还能掌握买点，立即下单，客厅变股市。老师又来了，老师又来教大家赚钱了。还有线上购物，客厅变超市。是，现在开放所有的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。真好吃。嗯。换我，换我！我要用电视，我要唱歌，还有卡拉 OK， 客厅变 KTV。哎、欸，垃圾车来了，我要去倒垃圾。还好有暂停和节目预录功能，你等一下回来再唱。有线电视数位升级真神奇，还有居家监控服务，出门在外也可以随时掌控家里安全。电视居然也成了我贴心好管家。有线电视数位升级，还可以提供上网服务，就像是接上资讯高速公路，好看、好玩、好方便。数位机上盒让电视有无限可能。现在申请还有数位机上盒免费优惠哦。数位超 easy， 生活更 happy。请全民支持有线电视数位化，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关心您。